感觉他在旁边，就随时就会被曝光，感觉曝光就是随时会被，就是会出现在那个。现在是国家派我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好像哦，好像哦。自己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先生注意你的言行举止。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。懂，知道是下面。等一下，量的时候要告诉。三七一定是坏掉了，两米的。那37.0。好，符合党的需求。37.0，这个就是不符合党。37.4。在这边，我们也拍个照。两米。要麻烦。帅哥给我看一下。大概有这个朋友，他们的工作上班已经在上面，老板娘非常非常想。碳排放的一个发电厂，目前是我们全国最大的发电量的地方，台中中部火力发电厂。那我们等一下进去那个我们的那个他们一个接待处，那我们就小小心心的、安安静静的走进去，谢谢。今天他们应该没到。有上班，这边有4道还6道一个运煤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它煤矿从这里下来之后，它就会放在路边。那露天因为有风吹，它会起扬起沉起来。那最近我在草坪有点，他们就说好，那我要降低我的那个空气污染，你就把那一種对，没错，正确。他就做了总共好几6道还几道，全部把它包起来，变室内的粉尘。所以这些不是什么工厂，那也不是风力发电机组的工厂，它很单纯的就是露天的煤放堆叠的地方把它造起来，就是这块。他们就该这样子啊。对。那有用吗？这应该是有用的、啊，是吗？加减吧，因为煤矿加减，对，毕竟对啊，就是刚刚这边对。感谢政府，感谢党。来表演一下顿时钟，逆时钟 ，No good， 好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一部发电容量是55万1000瓦，浙江省因应建厂建立过106年的红瑞四号，已经突破了9000亿度电。对，这里是主要是给小朋友的，啊，所以我这边植物呢，待会爸爸妈妈们可以为你的小朋友说去争取。准备好了哦，麦克风。再来哦，难一点的好了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有风力发电，每小时可以发电几千瓦。对，几？2000，答对。你真的有在看呢？你原本就知道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刚刚看影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代表没有睡着哦。我每次来这种场域，我都是在睡觉的，就让小朋友认真看这样子，让爸爸妈妈可以好好休息。好，再来，简单的，看谁举手快啊！来，我们台中火力发电厂主要的什么？主要的燃料是什么？燃料后方是妈妈，哎，对，煤炭，答对了，谢谢。来，这一题我想请小朋友举手回答好不好？比较简单的，台湾有哪些绿能的发电？我们刚才提到焚烧之后会产生灰，而灰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来，弟弟，可以对，你举手，你们知道答案是吗？盖房子，对，没错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这边宣布一下，待会会有10分钟的时间。那最后一个是不是？最后加码一个问题，
我们刚刚提到风，我们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发电之后会产生热，那有热之后会闪电发电吗？哇、哦，你好聪明哦！你爸爸是谁？叫得好好。闪电，你爸爸是谁？好，把名字讲出来。真的，你爸爸教得很好。来，我下面这边有问题。我们的发电之后会产生热能，热能就需要有东西来冷却。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冷却呢？好，后面有吗？海水。对，答对了。OK， 那我谢谢今天这边谢谢大家。对呀、啊，国家以后就靠你了。爱心指数，来再来照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现在到一，再来再来。你的一，还有动，还有动。この番組はテスラスポンサーのテキューテお送りします。